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是双圆梦计划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出发到头份，叫一台05年的马三。那晚上呢，还有更厉害的贷款神机过件聚三机，双圆梦计划 ，Here we go。圆梦啦，终于换到驱三机了，六张证件过了65万，太神奇了。那现在我们准备交车了，有几个问题啊，我想问一下阿发。哎，你当初啊，哎，你有跟我讲过说你之前跟你朋友也是有去其他家车行看过车，那你来到我们车行啊，你觉得说跟我们家跟其他家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差别？差别啊，对我们家跟别家车行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？哦，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话术了，不会那么话术。哎，对，来就直接跟你讲重点就这样。比较不会说，哎，先跟你哈拉一下，先拉一下那个距离嘛。哦，了解。就不会感觉说，哎，干到好关多关行李啊，不是啥样。我先跟你拉距离来，啊，恁袂啊，恁来了哦，行哦。那有车就真正来用车，无车就是就无大，伊嘛袂用过安尼。对。那个时候，哎，你前面有跟我买一台马三嘛？说培养新车啊，买了先买回去开这样子。那买回去啊，那你后面你就觉得说我们家的服务啊，还是什么，就说怎么样，你的感受？那为什么第二次换车就是还是会选择我们家？信任你、啊。信任。对啊，就是信任你。贷款啊，处理啊，上面。对啊，因为我也觉得我条件没有到很好啊。那你还是有办法。对，就是没办法，一定要去帮他抢过就对了。好，那就简单就这样。恭喜恭喜。好，谢谢。OK 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贝国际的小林。那先恭喜今天顺利交车的两位车主都圆梦，购入自己心目中非常理想的车款啦、啊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，今天早上交的那台马三。那头份的 VV 姐呢，她本身是单亲妈妈，那因为现在冬天了，天气啊都状况非常不好，天气比较不稳定。那她平常接送两个小朋友，下雨啊，就是真的很不方便。那所以她就想说要购入一台低金额的代步车这样子。那来到现场，因为女生可能比较不懂车，那我也是推荐她一台 1.6 的马三。为什么推荐她这一台？因为 1.6 省油省税，然后马三保值，那国产车基本上也不太会坏。那我这样的建议 ，BB 姐也是非常可以接受。那金额上也是就十几万的代步车，所以帮她圆梦购入了。可以载女儿上下课的这个梦想啦。那刚刚交车的 G37 呢？哇，那真的太开心了。那当初来找我，在4个月前来找我的时候呢，他就是梦想这 G37 的这个车款。可是因为他本身是，在家里务农，那条件没有说很 OK， 因为没有务农，本身没有劳保险状。那我提供他一个方案，就是先买一台十几万的换车回去代步，在这4个月中间，他也有车可以开，那顺便培养信用，这是重点啦。啊，培养信用4个月回来，我们帮他申贷的金额就超过了3倍多，接近4倍，也顺利帮他圆梦，让他完成这梦想，买到 G37。那恭喜以上这两位啦，都成功圆梦了。今天
一日双圆梦计划成功。